哦，还要吗？饭店无处不在，就是看你怎么玩。Hello， 各位，我现在要去台中。哟，这是放客猪摄影师，太热了。然后这是台湾第一的漂移版冠军，漂浮版。漂浮版 ，sorry， 对不起，是漂移还是漂浮啊？漂移啊，都行吧，都行，都会通的。所以我们是现在在这边先chill一下。Yo yo yo， 来到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知名的一个台中现在最新的一个板点。对啊。听的是世界版的球风。哎呀，我终于跳了。可以的。哎，对啊，休息一下，说不定等一下一上就成功。很赞呢。休息一下。我是猛男。啊，脱衣服了。啊，流量该来了，就要拍这个。可以的，加油！加油！辛苦了，真秀！喂，有没有怎么样？哇，没那么难呐！那要不要试试看漂移板？很不错，来吧，走吧。阿长要一只脚，一脚可以溜吗？哎，一只脚可以的，红叶可以示范给你看。我们今天邀请到厉害的漂移板大神
冠军。我们今天来体验一下漂移板，在这个今天这个 SPA， 我还蛮 respect 他们的，因为漂移板他们是两脚分开，他们的平衡跟体感的能力其实要蛮好的。因为我刚刚自己玩了一下，我觉得太难了吧。现在来体验，克服他。我邀请到这个漂移板大神，然后他今天用了这个给我一个粉红色可爱的这个漂移板，太酷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可爱？因为这是我的。因为那是鱼板的漂移板，这是鱼板的漂移板。大家有看过就是那个音乐什么？那部影片就是他。OK， 手头 OK， 看到这下坡了吗？我今天就是要挑战到底，从这里可以吧？行啊，克服他。对，直接跳上去，上去。对，哇哇哇！练习啊，不然啊，没在练习。你是不是瞧不起人家？我。OK， 准了。刚带的是，哇操！哇哈！哇哦耶！过一半了，可以可以，全部过完。轮子的方向走。哎，讲实在，这真的很难。我不知道是那个感觉，就是玩滑板通常都是双脚都是在一块板上，但是这是分开，所以两只脚都必须要去平衡跟控制。我觉得很佩服他们玩这个。看前脚 OK 了，看得出来，前一定要沉，有必须的，前脚控制方向，对，然后好，尽量就是缩起来吧，宇轩闯关，宇轩闯关，我也是，前脚没有，宇轩闯关，你要看前面，看前面，哦。看到有，呜呜呜，克服他了，成功！我看差一点，有看到，再有，可以吧？行啊，不要玩滑板了，对啊，不要玩了，不行啊，这样对不起我的滑板同胞们，我还是很爱滑板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漂移板、漂浮板这个东西也是一个。最近才刚加入了一个次文化，算次文化吗？算是次文化，它是也是一个新的运动项目，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拿来训练平衡跟你的体感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加入在滑板的训练当中，可以多种尝试，我觉得对滑板对任何的身体的控制是蛮好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鱼板怎么玩 ，Let's go。嗯，今天还没运动，你看都没流汗，全部人都流汗。我刚刚可以吧？我刚刚可以吧？好，请评分。100分，超过100分，你的平衡超好。真的是吓死了！在痛吗？是啊，好的不得了啊，只是这只手举不太起来而已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很赞。来了。翻板。今天的 SPA 在台中这边这个地方叫空廊道，绿空廊道了。绿空廊道，对。好，来介绍一下。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们是第一次来。对，第一次来。他们进来住台中，竟然不知道这个点，还是我跟他们说这里可以玩。好啦，因为这里是之前我有来过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非常多斜杆、斜坡，还有一些平台的一个 SPA。然后它整个板点就是一整条，它算是以前旧的铁路吗？
对，好像是旧平，现在高架化。对，现在高架化。然后今天就是邀请到了漂移板女神，是漂移板吗？对，漂移板。漂移板女神。对了。鱼板，然后还有漂移板冠军红叶。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他们来，就是带我玩这个漂移板。你觉得我玩的怎么样？哦，超猛，太溜了，超过100分。怎么说？只有稳一个字，稳、oh, OK， 很稳，猛。看得出来基础很够，够扎实，好，超级扎实。邀请到今天厉害的摄影师，就放客猪哦哦，来帮我们做拍照拍摄的， yeah. 非常厉害，克服他。好、yeah. ，IG 在那边，在脸上啪 ，sexy funk， 好这边啪。啪行啊，好，那就是因为我这个系列它有一个专有的一个 slogan， 嗯，先跟你们讲一下，就是克服他，克服他，好，反点无处不在，克服他，克服他，好，就是看你怎么玩，今天特别乖，好，不要忘记发现 Instagram Facebook GTR， 我们下一个伙伴点见，然后不要忘记 follow 他们的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